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，8月25号，菲律宾3002号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。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管控措施。14点12分，非3002号船无视中方严正警告，以不专业、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执法的海警21551艇，导致发生擦碰，责任完全在菲方。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，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。